后当然满气，满气一啲啊，拍笑气架嘅样群啊，有啲看得冇，万都拍笑气架，只是讲，只讲唔是靠人，唔是靠要配件，唔是靠阿爸阿妈嘅钱财。唔是靠买贵面来上错，阿娘靠自家两只手，去阿娘抓抓抓，奋斗奋斗，为起家嘅，就能够做到发达，做到我哋讲有成就嘅话，要唔要养仔俾人家看嘅咧？好啦，喺讲嘢上帝到你哋养款嘅，上帝到你哋。啊！你们去琢磨，等我去研究的话咧，哦，定系讲一讲啦。所以咧，开始讲你个拍笑戏家的那种，点讲咧？那种营养之前啊，麻烦你咧 subscribe 关注，哦，订阅我的 YouTube 泡十八频道。因为你的人呢，也有点可能。最先可能，需要看这个额门哦，这个额门头啊，额头啊，额门头饱满的人啊，只讲上张额门头，太窄太窄好太窄，哦，哇，边个看那些，喂，这额门头特别太低，哦，啊，有人呢要定个石哦，定个石的话呢。我就要叫我讲咧，就贵人会多咯，遇到贵人多咯，人家锡你嘛。去到位，哎，要人家讲啊，要人家帮啊。来到你位，要条家看得起你，哦，边啲嘢做，哦，去到位要好嘅老师指点你，教你安用，教你安用，哦，入门头要噶啦，哦，爆满啊，哦。喺讲入门头省到五后啊，嘈嘈招招人咁嗬，哎呀，轻人都唔想看你哦，轻人都唔想接近你哦，所以我时常同一啲来每日看片，哎，看片个，来看少壮啊，做咩讲到看片啊？因为我本身对肉臭啊好熟悉嘅，我也要搞唔搞两埋去饮用食用你啲肉臭。去种啊，去量啊样啊，所以讲错诶，对唔起哦。哦，好多人问人，你啲讲我来满脏，那边系宽脏嘅话，阿市长讲，诶，而家撩开啊，入门条阿啲咩搭帽仔嘅，帽仔反驳几多只人啊？呢个阿任仔、阿染仔啊，嗬，一条发帽要瘦瘦咗，入门啊啲啊嘛，要见男人啊、男仔啊、细路哥仔。我就留搞货都好啦，好多佢中意所谓搭条夹换一根入门条腰喎，喺讲而咋换一入门条一条发夹换夹换咗一边，而边解就五后减咯，而家困到人压门啊，好似觉得而强强熟熟，有啲东西杂杂淫淫，哦，你睇佢样都知啦，呢度冚嗰度冚，啊梳个头都唔似样嘅，系嘛？所有头发都嚟俾炸，佢夹夹时间看看长日嘅闪失，所以人用人咧，而希当拉鱼人，边个一种好小气，哦唔太防，哦唔能够同够狗夹，唔能够要好好往来一种印象咯。摸呢件厚啊快啊，啲嘢人家就觉得诶呢、这个人光手亮肌哦，系嘛？啊要光手亮肌，人家嘅贵人就少咯。逢喺作业磨成年，甚至工作，你磨只朋友介绍你，帮下你，喺啲做贵人咯。坐咗个卡，一样咁头上，一望要下就撩人在边。哦，挨所有嘅后腰啊，望上喺撩后腰啊，扎扎到蚀压啊，做咪？因为新冠肺炎期间啊，私酒会肾压啊，
磨蛇你好做啊，引人个大海门命去做蛇你啊，哦，困在个卡唔出得门啊，而看看阿米嘅结到百万人食入啊，热热啦，哦，唔讲下条向天我食入咧，喺后战场喺度向上，我都同佢讲啦，唔好讲热量增一，我过去去我要工作，而两三年地本而换你到工作而到 M 换再来烧啊！你仲按样前权，按样讲见，而望五人到十人咧恢复五道在 Q 币喺只时候呀，去往五在下啲 Q 币按样样嘅呀，你唔相信？而检验而看美嘅，看而往嘅在其残本人喺只样貌，而望五人十人嘅恢复不了嘅。因为好多人啊，对你人生经历啦唔够啊，好好去看天人、看天世界一边啊，连到一头片。哇，都唔是两分钟，要转个片就故仔，唔是两分要做下嚟头去，人生唔咩咁简单，每种事业又唔咩咁容易来，做一行事业，我分出一集，我哋所讲啊，要集立足之地，要集边个看得起样嘅一集门面，一集成年，你冇三年、四年、五年去拼搏，去慢慢做起来，去看唔到嘅。同时你一半身后座啊，唔咩扣人嚟咋啊？买到半身后座咧，挨讲边一趟，挨两名用去做下嘅烟布厂，哦，用手工嘅烟布，哦，上紧厂，哦，挨出去煮换架两冬鸡棚，叫把啲用鸡用去用到执笠去，而用发换咯。见他喺发型换咯，咁多线杆灰人啊 ，Q 俾啲发髻换咯，发换来养髻望佢养，系同佢煮两冬髻棚养髻嘅，哦，啊要佢发换来嘛，磨成年嘛，而样见到磨同时做嘛，嗬，我都同佢煮一冬五十球，五十亿零亿，两冬煮一百球，一百零亿，嗱每阵嘅边啲一百零亿嚟煮脚嘅烂髻料，之后买阵啲。Q 贴皮 Q 拍线回起来上间床太太间，我浅笑浅回啊，一笑一脚，等起晒挨计我哋讲嘅烟布嘅一只台啊，三角板铺换起十五十六块，人用铺换起一块就四角板铺喺上去，自家浅啲浅回，等晒开门扑扑一双板，再拉埋帆布。哦，打埋狗，样样东西，自家去折磨，自家去挖壁墩，自家去挖公仔，只有打出一啲成本，我哋用样板嚟去换客仔，走成啲硬样硬样啊！而到去三四年，真能够爬得上来，爬得上来嘅话，轻而半线头先嚟所讲咧，而我笑啊，眼前我剪你样东西啊！一个唔明而样样考验，唔是做了，嗬、哦。所以你讲一拍手起家，系好简单嘅。你一对你一只行业，一好劲；你一对你一种工作，一好有兴趣；你一对你一个任何你因为一发展嘅东西，你都一熟，我啲难，我晓，我知道叫融入，就系很简单。唔好讲埋啦，而见到就看换眼嚟就视频啦，见到系左换边而看嘅视频，全世界慢慢前前嘅人算命，但你叫做出啊用视频边而看吗？做得到吗？能够做只视频出来，真系咁容易咁简单咩？哦，起码到处要嚟看咩？你要晓啊，叫换。冇讲埋讲碌盐都好，两面碌落去，上两两面将好糖，两面将个胶太胶色，两面配盐镬，之后啊个羊片一结长结短，我两面放上去，两面爽在，两面去配搭，哦，真呢讲谈货容易啊，嗬，讲起好容易，你本事一晓做，两面都晓做。你就要进哦，就要学哦，就要晓哦，所以要拍手戏噶，
梯的时候，额门一爆满，头发拿起来，我眨眼在那边，边个看到你都唔开会，唔想同佢接触，唔想同佢见。当佢就客者唔想同佢见嘅时候，你机会蚀去咯，而接唔到就弹落去咯，倾都唔会帮你倾啦，睇都唔会睇你啦，而后悔，后跳都冇用啊，系嘛？所以入门头一边嘅看爆满，入门头一磨要把磨把痕，哦，干干净净亮亮嘅入门头，唔好要把痕，又唔好要顺爽。喺入门头一抖痕嘅啦，一把冷抖痕啦，向天又烂仔条，叫入边嘅站过嘅。啲如果结伴咧，见呢都学，对方一下就惊可以，哇！呢烂仔头嘅，冇搞笑，同佢做生意，除非磨病咧，一天一条拉啫。要机会见到避开嘢啊，所以把行一好重要，唔可以尽丧而入入门，又唔可以挑只公仔嘅。你唔想先出咗入门仲算乜咩？如果挑只而来福嘅，或者如果挑只危喺后面，嗰种时候换嘅，看而起嚟换工，看而起嚟做成你，看做到好冇？而向天太大折扣。本来以80%面做，而只能够拿到10%来做嘅啫。所以我哋要神经人的 man 的样啊，而唔能够要爽恨，唔能够俾人家伤害哦。嗬，入门爆满的人，佢轻轻松松，唔到30岁，都用个看得起，也能够做得起。叫入门叫爆叫慢叫太嘅人，佢十零两十岁出来做东西都可以得咯。五时一定到40岁学，孔堂呢拍笑戏简言呢，眼眉毛啊，一扮双呢，都唔似一啲啊天人就上啊，或者过线嗰啲眼眉毛悠悠，或者你少咗嘛，眼眉毛斯斯文文，唔咩人用用哟。逢喺拍笑戏简言，眼眉毛啊，冷冷清清哟，乱来一彩啊，哦。这个不好顺畅，因为你中人啊，乱乱眼眉的人啊，比较毛规律的人啊，他就比较叛逆，比较不坦实，不坦人家讲。但是他利用他给他约掉，他不坦那个，但是给他有点去买呢，因为他就因为不坦那个，他就搏命去冲，搏命去做，做完了，客家佬要叫我讲，达变而看，达变而看啊，达得起，达唔起嘅达咯。就夹硬咪冲出一条生路来咯！哦，你嘅超气眼眉莫眼斜莫眼亮嘅人，佢就会有一种咁样成功嘅压力，哦，就会给他调节。啊，仲爱讲咧，一讲爱事业成功咧，仲有嘅东西喺买咧，你嘅眼神啊，爱充足。眼神要充足啊！一种眼神哦，一种神气哦。我同意讲一样东西哦，眼咁见到个狮子会望，狮子会望人哦。我太太常常同意讲，逢喺男人啊，房事过多嘅人啊，慢慢人都来嘅人啊，听讲早晨康醒，眼珠系毛神嘅，所以你要保持你嘅精神，你嘅种眼光。好多东西你要含强下，你要提到了咪去节制，使到自家出钱门都用光方法，哦，洁洁练练，哦，眼神距离，样样东西，我哋讲嘅 positive 正面嘅暗涌出嚟嘅。向天而走嘅时候，而换一年咧，佢变嘢东西嘅回报变嘢咧，你会觉得相当满意。勤勤勿爱都勤得听，一个意思来来喎，好似寻日一进喺出嚟，见到行路都按咁扶啊，一同佢虔诚啲喎，讲两讲一头耷耷话，讲要起毛力啊，跪都唔晓同佢做，你成啲恨天意食派啊，好，再讲一讲咧，披工爱叫旧，哦，披工大。上辈讲过了，披工旧，披工旧嘅人呢，佢比较有个性，比较有自己嘅种格调，自己嘅 style， 外面冇人用，
给有一个分头，所以披工高人呢就比较精气哦，也就比较有种安用人法了。但是披了披工啊，披了啊，前期莫坏哟，忙着披了，打我边啊，我当尾条骨咧冻凉啊，打黄咧，一披工底部一条骨咧嘛，一骨莫面莫坏哦，切了人，切了披工，哦，啊你都翻样啊，翻样也买了。你那个体位啊，你那个权力啦，就叫脏了，没有美了，好、哦，有多少肉的话咧，就代表啊，韩国有贵气咯，蛮多贵气啊，比较贵格咯，比较有钱样咯，哦，又变个困难，比较有财咯，就譬如我有多少肉哦，比较有财气哦，哈、哦，再落来颧骨啦。钳啊，按住落嚟，咪两口骨咧。钳骨我要啲啦，冇识分搞啦。钳骨，哦，我要，哦，要钳啊，出钳力嘅向向前嚟哟。冇钳呢，然后话事都话唔灵，客家佬要叫我行我后头，话贵都唔灵啊，哦，讲贵都唔灵，就系咁。诶，喺两个钳边边啊，看下佢用唔似男人，用唔似反婆样，哦，喺啲鞋底入边。像个拖鞋样，磨钳磨蛇嘛，所以讲个东西磨裂了，哦，有钳就有一样用个咯，啊，用鱼在配合到入皮工啊、钳啊，多方面都 OK 啊，哎，面看那些都磨磨嘛，哎呀 ，OK 啊，正常啊，哦，啊，用人呢，啊，用会员鱼那么用做东西咧，头先所讲咧，正面的东西多，好的回报会赚来。更重要做的机会咧，就后台后台，但系用样也记得用重视，你唔能够唔努力了，你冇谂到哦，挨开门就得咯，勤力难达，一路坐稳落去，哦，我就讲咧，百折不挠，两面用石牌都好，再起来，两面两面落去，再爬起来，再爬起来。再爬起来，啊，用一张有机会达到成功的一种地步呀！哈，法令门而潜，譬如行过咩两条潜线呢？啊，要多少两条线？哦，法令门而潜，点讲咧？法令门呢两条线呢，就系人家嘅势力，而讲嘅东西咧，人家嘅下属。有伙计，或者有拍档，都会当前，都会坦而讲，哦，咁又同你较较劲啊，哦，讲到你个法令门咧，而得闲嘅话咧，你不妨去问出李小龙嘅相来看啊，李小龙啊，李小龙做埋一个造势，三十人所就拜拜咧，佢两条法令门啊，唔够长。那啲系算命佬，系讲边嘢谈嘅东西。无论佢结努力，无论佢结辉煌，无论佢结伟大，嘅命唔够啊！哦，当然啦，我怪系有啲怪嘅，除非遇到好嘅算命佬，好嘅人能够突出呢种我哋所讲嘅天机不可泄露嘅东西，啊，你佢就可以怪多少咯？呢、这个唔系话。拜拜。重要东西追寻，追寻啊，也可以显出一阵嘅状况嗬。追寻啲颜色啊，追咗红润哦，冇乌乌咔咔哦，唔系个乌面线，或者乌追寻就唔系几好咯，就个黑线唔系几行哦。饱满呢个含住重重嘅追寻啊。上下再顺上配咯，上半人用一盘，下半也系人上一盘咯。睇个看下去对称咯，比邻咯，哦，人用咩好咯？嗯，人用再顺的话咧，咪有一盘一扑咧，人用几招，我哋所讲咧，哦，做埋都好啦，都烧得稳咯，哦，都能够 OK 咯，我哋所讲啊。唔好相差得太远咯。
给我们就哈帕，有哈帕人，哦，哈帕一共60岁左右以后啊，哈帕抖手手人，有哈帕人就命水长哦，哦，很天啊，一共做完那盘生意，20人岁就做完生意，当然30人40岁更是要在技术做那一盘落去了嘛，当然50、60岁。掩饰镜70、80岁，这个人下爬行起财要抖手手啊！只要有啲人70、80岁，一盘成呢种财啊！哦，反正或者而旧边一拉，或者旧边一接品人，或者旧边一见你来打你，而都可以坐坐一架游啊游啊脚，哦，安向满人咯、哦。所以下爬一集后冲又。一后物计嘅，一计我哋昆明地方一集特战，又系喺人生地方咧，去注意嘅，去保养嘅地方嚟。好啦，用埋满啲咧，在饮瓶下聊嘢，车车也掉个小糖，车车也嘅到来。